对，没有和局的哈，这个利益赛不太一样了。一二垒之间，结果穿越是内支安打，敲出安打的是张建明，几个半局呢才被扳平比数的义大犀牛队，很快的在继续上半的又展开了攻势。这支安打又制造了一些得分的机会。今天最厉害的打轰又要上来了，这球正好很巧妙的穿出去了。张建明的这支安打呢，也是他在本场比赛的第一支安打。